本起事故发生于112年7月29日晚间8:49，地点在凤山区澄清路与中山西路口。翁南驾驶黑色之小客车沿澄清路北往南方向行驶，左转中山西路。李南驾驶白色之小客车沿澄清路南往北方向行驶，双方于路口发生碰撞，白色之小客车失控，波及待转区两位机车骑士和一部停放路旁的机车，再撞击转角店面。两部自小客车车头皆严重毁损，本案双方驾驶均无酒驾，4位伤者经送医治疗后均无大碍。